首先在白色阴霾内引入三飞罗杆，这里咱们白色阴霾内都需要拧入，左右可对比一下。拧入三合一阴霾时，一定要拧到底。大家可以看一下，拧到底。这里很简单，三合一阴霾以及三合一螺杆拧好后，第二步砸入翻轴挡，直接砸入对称口内即可。这样的话，开粘桩首先还是拧入三合一螺杆，拧入即可。好，开始，大家看一下，教大家如何拼接。这里槽对准槽，对，槽对准槽。首先拧入咱们长形螺丝，固定抽屉左右帮以及抽屉堵。大家可以看一下这里使用的螺丝，长形。好，左右帮插入咱们这个抽屉底，盖上顶盖，确定好入槽后，锁紧三合一。三合一螺母使用时塞入，并且顺时针拧到底即可。塞入，顺时针拧到底即可。教大家拆卸一下，首先拉开，大家看一下，这里有个小拨片，拨动拨片拽即可分离滑道与滑轨。好，咱们小的这个滑道，大家可以看一下，是安装到咱们这个抽屉上面，对好孔位，使用最小的螺丝，工具包内最小的螺丝，这里是工具包内最小的螺丝，继续分离，工具包内最小的螺丝，开口端冲外。好，抽屉把手，大家可以看一下，使用的是把手专用螺丝，圆头平，圆头平顶，使用螺丝刀固定好即可。好，咱们这个抽屉大家可以看一下，就安装成功，宽的这个翻斗安装。来，开始安装。首先咱们看一下，砸入木销，八零尺寸以上的需要木销，八零尺寸以下的是不需要木销啊。然后对准砸入左右翻斗支架，咱们幺七后与二四后唯一的区别就在这个翻斗区别，其他板材孔位没有区别，只有厚度的区别。拧入咱们这个不锈钢管，使用最小的螺丝对好孔位，这边咱们对留孔位，拧入即可。另一边同理，这里很简单，好，然后安装上咱们这个两侧翻斗转轴，砸入即可。这里给大家讲一下，幺七后与二四后的安装整体框架方式是全部一样的啊，安装整体框架方式是全部一样的，只是翻斗有区别。咱们幺七后的是单层，大家可以看一下是单层，二四后的是双层设计，是双层设计。这样的话，咱们这个翻斗就安装成功了。大家可以暂停，先安装一下，对好孔位，对好孔位，还是使用咱们的幺四丝，拧入即可。反面同理，使咱们这个滑轨，两个滑轨抽出是相同方向。好，这是中隔板两个已经安装好，接下来是左右环身两个滑轨。
同理对好孔位，大家可以看一下拧入孔位的位置。好，拧入后咱们开始取出咱们的台面板，就是咱们鞋柜的顶板，大家可以看一下，看一下大小。首先同理还是将三合一螺杆拧入，这个拉力板大家可以看一下，拉力板也找，总共几个拉力板，其中有一个有一埋，找出一埋，这个插入，这里插入是大家可以注意一下，这个槽要冲槽和咱们三合一螺杆都冲上，使用三合一螺母固定即可。固定好后取出咱们刚刚安装的这个抽屉中隔板插入，向上向外打开。好，这样的话咱们顶部就安装成功了，大家可以暂停安装一下。接下来开始整体拼接鞋柜，首先插入顶面板以及上拉条，这是刚刚教大家安装好的，对好孔位，使用三合一螺母锁紧即可。下一个拉条是两边都没有槽的，大家可以看一下，两边要没有槽的，有槽的这里不要使用，两边没有槽，这里需要用两边有槽的。咱们安装带槽拉力条可以注意一下，就是槽对准槽，这个孔向后，只要槽对准槽，孔向后，安装就没有问题。接下来这个槽对准槽，孔向后，底部这又是没有槽的，底部这个没有槽，咱们解释一下原理就知道，槽对准槽一会儿是插入背板，像这里不需要插入背板，所以说不需要槽。好，这是背板，这就是刚刚咱们开槽的地方，插入就行，插入到底时一定要确认也入槽。好，接下来开始安装翻斗，取出咱们安装好的翻斗，这里拿出来翻斗转轴看一下。好，砸入两侧，咱们两侧有预留翻斗转轴孔。好，砸入，大家可以看一下，咱们有安装翻斗的孔，对准孔插入即可，对准孔插入即可。另外两个翻斗也是同理，这里很简单，先砸入翻斗转轴，然后将翻斗转轴再插入对应的咱们这个环身孔内即可。插入，好，这样的话咱们这个孔先将三合一螺杆全部入内，好，入内后检查一下塞入并且锁紧就行。这里背部一排全部都是，首先塞入然后锁紧。这样的话咱们这个鞋柜整体框架已经出来了。好，便于地面接触，采用防潮钉砸入到四个角即可。好，这样的话一个抽屉就安装成功，另一个抽屉也是同理。如果说抽屉不平的话，也是可以使用咱们这种最小的螺丝固定即可，加强柜体稳定性。然后都固定好后，最后咱们这个插入隔板，咱们这隔板也是三档可调，直接将隔板插入即可，
插入后咱们这款鞋柜就整体安装成功了。好，整体安装成功。